来人了！哦，楼下的，喂喂喂，能听见吗？下去看看。这是人机吗？不对呀，人机有穿这样的衣服吗？来，给你把枪。有皮肤，你不是人机啊？当然不是啊，小姐姐。那你还是把枪还给我吧。枪都到我手里了，你还想拿回去啊？那算了，枪送你了，我走行了吧？哟，我允许你走了吗？给我站住！啊，讨厌！怎么啦？来了，马上刷毒了。等一下，我敢保证，宿舍楼会有一个妹子会从这里经过，因为宿舍楼距离这里是最近的路线。所以呢？哎呀，听我说嘛，所以我想请你们帮个忙。什么忙？嘿，跟我来。OK， 大功告成。我敢肯定啊，换做谁看见这辆特斯拉都会有想法的。所以，我们只要在这里等那位妹子来，自投罗网。开这辆特斯拉的时候，我们就直接动手抓住她。不是，姐姐，你这样搞人家，他跟你有仇啊。对，就是有。他刚才撞人机把我的枪给骗走了，还好我身手敏捷，直接就跑掉了。要不然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哥就给我一把。有车过来了。啊，来了吗？姐姐，你不是说谁都会对这个车有想法吗？啊，你看人家妹子停都不带停。哇，我还以为刚才我眼花了，这真是辆特斯拉。OK， 兄弟们，等他上车，我们就行动。要上车了，要上车了。准备，跟我上，抓住他！你们干嘛？小姐姐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你就是刚才那个？没错呀，我就是刚才那个被你撞人机套路的那个人。哼，你竟然敢耍我！我可是害到名声远扬的女流氓。不是你，他们要干嘛？我不想掉大分啊。兄弟们，告诉他我们要干嘛。我要看你穿贼跳舞。我要看黑丝。我不是小孩子，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所以以上两个我都要。啊什么啊？那我给你们看了，你们会放了我吗？哎呀，行走江湖讲究的就是诚信，以言为定。那好，我给你们看好吧。妹妹，好了吗？快点的，等不及了呀！给你们看，哼，